咁現場啦，就係南昌中嘅點票現場。見到咧，其實咧選票剛才咧已經係點完嘅啦。咁剛才嘅結果咧就係1500 versus 1501，咁所以咧就要重新點過啲有問題嘅選票。分別咧就係由刘佩玉对这个深水埗二妹林善彤，系啦，咁啊，刚才啦，第一轮点票之后啦，系一票之差，咁啊，经过一轮嘅检查问题选票之后啦，咁其实票数咧有变噶啦，咁我哋阵间再更新翻最新嘅票数。我哋而家見到嘅畫面啦，就係雙方一齊檢查緊一啲嘅問題票。係啦，咁啊，剛才咧就有啲嘅爭議，就話張選票上面有兩個人。咁現場咧就有人起哄，就話講話咁吸好多個人都得噶啦咁樣。唔係吸到黑曬得唔得？吸夠十幾廿次。係二倍多一票。係咯。咩啊？我吸十多十票。各有加兩三票。咁一開始最開始。係二倍多。係啦，咁啊，剛才咧第一輪嘅點票結果啦，係林善彤即係二妹啦，係1501票。然後對手啦，佢就係有冇睇嗰個小牌啊？佢點會係佢啊？1500票。咁其實咧，經過一輪嘅檢驗一啲問題選票之後咧，票數咧已經有變嘅啦。咁我哋之後再更新翻票數。而家仲係一票。系啦，咁民主派嘅代表咧就系深水埗二妹林善彤，咁啊建制派嘅代表咧就系刘佩玉。咁而刚才啦，关于啲问题选票嘅争议啦，就系有一张选票啦，咁咧就有两个嘅印章。咁啊，现场嘅人士啦系稍为有不满啦，就认为啦。咁吸咗兩個印嘅話，都計嘅話，咁吸到成身都係都計啦，咁樣嘅。Objection，objection，差唔多。點啊？唔知喎，我唔理，我唔知，反正要票而家。呢啲我唔識，唔好問我，我就係睇到一號。現場啦，有人問劉佩玉：你夠唔夠膽落深水埗？而家其實差幾多？差幾票？兩三票。係啦，咁剛才嘅一票之差啦，就係林善彤啦，二妹深水埗二妹，而1501票啦，咁啊稍勝劉佩玉。
主任都幾差，其實我睇佢都唔算係差，只不過衰就衰在呢區太刺激，要佢咩飛？吸得刺激得滯，吸穿窿嚟嘅。啊，呢張有效啦，好明顯。啊，唔係啊，吸咗佢，吸出咗個辣椒度。而家咧，基本上所有嘅問題選票咧都係反對。乜曬係咁啊？我要擺低先，攞手。乜曬啊？真係跑過嚟個，唔使咁誇張。我幫你撳票啲。哇！你溝你唔使咁啊。我唔係啊。你企喺度講你。呢個後邊。穩定力幾好。如果我企喺度綁咧，我好明顯三分鐘之後撲街，睇上去三秒。係啦，咁而家啦，深水埗議會林善同採取嘅策略咧，就係問題票咧，率係以反對。我哋要喺每一票上抗爭。係咁，現場咧就係南昌中嘅點票。房子、公園類同垃圾。我想問你哋係咪蘋果？唔係，佢係讀媒嘅。獨立媒體，獨立媒體網，係啦。你冇俾我見到蘋果，我一定唔會。算啦，蘋果。Apple Pay Apple， 係3000，越睇越少嘅頭先。而家睇到2600，有結果先會，有結果先會到。好撚悶，好撚刺激喎！我好撚刺激喎！你唔睇啊？點？腎上腺素上升。咩啊？我今晚瞓唔著。咩啊？我生日。係啦，咁啊，繼續啦，就係南昌中嘅點票。咁一開始咧，即係第一輪嘅點票結果啦。咁啊，林善彤咧就係一票之差啦，就擊敗劉佩玉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越復卓啦。咁所以咧，復卓。而家咧係點算緊啲問題嘅選票？但係問題選票易好多咯，都。唉，又是2號 shit， 這個就是不出來投票的結果，差一票就真的差很遠。唉，又是2號啊。又是2號啊 ！shit， 唉，冇乜希望啦，睇。150張有排隊啊！一堆人。係啦，咁見到咧，已經連續多張嘅問題選票啦，咁啊，係。土二號的問題選票都已經被裁定為有效了。中華民國公海啊！我都係民國派嘅，原來攞料。俾張凳你啊！有凳坐。唔使啦。
係啦，今日南春中的一號候選人就是民主派的深水埗議會林善彤，而二號就是建制派的劉佩玉。剛才已經是多張原本是裁定是問題選票的票，都是歸落去叫做二號候選人的票入面。而家的情況其實就依然都是未有定論，我們可以繼續看下去。是啦，一號是二妹，二號是劉佩玉。係啦，咁呢一個啦，確認問題選票嘅程序啦，咁主要咧就係就住一啲嘅選票啦，係被塗鴉、有污跡、多一個印啦，或者係個印喺並非在指定區域之內嘅一啲選票，咁啊就需要雙方一齊協議啦，睇下個該張嘅選票啦係咪有效，咁否則咧就會成為廢票。咁剛才啦，第一輪點票結束之後啦，係林善彤啦贏劉佩玉一票嘅。咁但係咧，經過一輪嘅檢查咧，一輪呢一個確認呢一個問題選票之後啦，咁其實咧情況已經係有變化噶啦。咁我哋目前都未有結果。係啦，咁而見到啦，多張有問題嘅選票啦，咁就之後咧就裁定為係屬於二號嘅有效選票，而二號嘅候選人咧就係劉佩玉。
好多人過嚟。槍中的點票現場，其實繼續都是覆核一些有問題的選票，而暫時這個南槍中的選舉結果都還未出爐的。而第一輪的選舉結果選票就是由深水埗議會林善彤以一票之差就擊敗了民建聯的劉佩玉，但是現在要審核一些問題選票之後，這個選舉的結果可能就會有變啦，咁我哋要繼續跟進下現場的情況。咁啊，而現場咧，北河街體育館啦，其實就越嚟越多人啦，係嚟到現場去直擊呢一個點票的過程。
或者你屋企有嗰啲衫咧，嗰陣時咧就咁樣整。哦，好，那就先現場啦，南昌中嘅點票咯，依然係未有新一輪嘅結果，我哋咧都只能夠係繼續觀望。
現時嚟講啦，複核一啲問題選票嘅過程已經結束，咁我哋繼續觀察下。真係四五我睇。而家係重點有效選票。邊個講啊？咁嘅嘢都講得出口嘅，咁講邊個講啊？邊個講？有個兄弟抵得攬。咦？生叔，你好似有啲興趣。慶祝長大啊！係啦，咁啊，左邊咧藍色鳳褸嗰個咧就係劉佩鈺，右手邊戴住眼鏡嘅微亂髮嗰個咧就係林善彤，深水埗二妹。喺問頭之後咧，係多咗50张嘅。啲面色翻翻翻嚟。朱海迪落敗，朱海迪輸幾多票啊？朱海迪。咁啊，而家咧依一沓就係我啦，阿鈺嘅票啦，咁啊好明顯經驗就多過成個兩個。心理因素。咁啊，即係睇完應該又係159，550。就140-450。朱迪輸了接近200票，300票都嚟啦！朱迪輸，唉，入唔入？係咪？三勝就好，唉，唔識咁。麥美娟大大2000票，話自己服務咗20多年，咁20多年原來就值几百票咁啊！大家知道啦。保持安靜，保持安靜。咁樣啦，眼見就560啦。咁其實選票差距真係100以內咯，我想講，係嘛？100以內咯，最後。咁我絕對覺得呢個結果當然唔美啦，但係絕對係一個，我覺得樂見嘅其實，絕對係代表當區嘅市民係醒覺啦，或者叫做一個屬於用選票嚟反映今次有人對，其實邊張公投嚟嘅，我話咗。400-600，係咯，100票以內嘅，隨機。訪問下鈺嘅，咁啊問下佢一啲問題啦。咁啊街坊啊，歡迎大家街坊啊提議下咩問題問佢啊，唔好問啲太過露骨啊，我男仔嚟嘅。
先選舉主任話計啊嘛。係啊。街坊啊，街坊啊，提出啲意見啊，但相信頭先議會有嘢啊，街坊啊，街坊啊都比較激動啊。係啦，咁而家咧係點算緊剛才裁定有效嘅有問題選票？咁啊，睇嚟都將有結果噶啦。咁啊，結果咧就尚未公布嘅，咁我哋就再等一等。哦，鄧家彪輸咗，應該啊，鄧家彪輸。咁其實咧，現場咧都唔少人係留低聲援浸水埗二妹。中選區咧係有影到中票啲情況嘅，推阿婆去投票係影低曬直播噶啦，咁啊 send 咗去俾啲相關機構啦，點處理又唔知嘅。劉家恆喺度啊，劉家恆同文武都喺度啊。咁啊，現場繼續就係南昌中點票的過程，咁剛才啦，第一輪嘅結果啦，就已經係出爐噶啦。咁分別啦，就係深水埗二妹林善彤啦，以1501票啦，就險勝一個劉佩玉嘅1500票。咁然後咧就覆桌啦，就檢核一啲有問題嘅選票。而家咧，基本上咧，已經係雙方咧，已經係共同咧，就已經係裁定咗一啲選票是否有效噶啦。咁啊，而家咧嘅票數咧，其實就已經係有變化。咁我哋之後再睇一睇更新之後嘅結果會係點樣。好，點完啦，終於太好啦！有問題嘅咩？因為要攞多啲問題。咁剛才咧，喺點算到二號候選人劉佩玉有131張問題票之後咧，而家咧就要重新計算，又唔係應該係要再計算過呢一個選舉嘅結果。哇！不長。
選舉主任剛才就公布了劉佩玉的選票為1640票，而議會的選票為1538票。加油啊！仲有四年啊！加油啊！佩玉，現場的人啦、啊！加油！你可以成功爭取，乜都爭取不到啊！南昌中的結果啦已經出爐，由劉佩玉成功連任，二妹啦就以1538票啦，咁就輸咗大概1000票，係啦，咁南昌中的選舉啦都已經係完結噶啦，咁多謝大家收睇讀媒的直播啦，咁大家有閒錢就可以課金讀媒啦，冇都唔緊要，咁另外就。係咯，暫時今日嘅啲選舉嘅報道啦，可能就嚟到呢度先啦。你輸係要做啊！好死真啊！嗌加個隻高啊！係咯，I'm sorry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係讀媒記者啊？係。咁想問一下今次呢一個選舉嘅感受，即係一開始都好驚險啦，咁。係啊係啊。我要答我的感受，都挺開心的，因為我認真想過，可能不是真的很想做區議員，雖然有30000元，但是可能，即是街坊都挺好的，但有些街坊都有點麻煩，是啊，還有，現在暫時的票數爭富昌和，好像石建美好像都出了，好像石建美都贏了。所以咧，爭富昌，梁文廣係經文，即係依家暫時深水埗咧，經文贏得一席，民建聯得兩席，佢哋就有排手啦。我哋希望咧，即係，但係咧，你成個議會都係同你一個派別，就唔會咁好噶嘛。即係我哋唔可以壟斷呢個議會噶嘛，可以留翻啲位俾。好，唔該曬，辛苦曬。咁係啦，咁南昌中嘅報道就嚟到呢一度啦，咁。係咯，剛才都聽到深水埗議會對呢一個選舉工程嘅一啲感受啦，咁啊，係啦，咁就嚟到呢一度先，咁大家拜拜。